这首歌其实是造成了这个年代，然后有一些社会的纷争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爱看我们《风起三国》。你不用中文了，我这样做是没有什么意思跟你做爱。最近很红哦，然后他们刚办完演唱会，《熟女养成记》啊啊！哦，你没有看吗？你那波啊，那个角头二导演，然后跟旁边两位研究结果说，我们看看别人的。不能啊，没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同谁哦？哎。来，珍珠芋圆，哦一哦一，没有的。你是珍珠，我是哦一。你是珍珠，我是哦一。你是珍珠，我是哦一。啊，是要唱几摆啦？那是珍珠加哦一。大哼的，哎，大哼谁的谁的谁的，谁出的？就还没录好了，还在发。对，宪哥的歌吗？我好想跟你成为大哼吧。哇，很棒哎，对，这个就是很高级，因为很高级，每天都要吃嘛，高级，随手可得的东西就很有感情。老外他们的文字就好像可以。对 ，I wanna sing it, oh, making love。对啊，很多恶心啊，很饱啊，你怎么能用中文？谁话能听出来？对啊，因为你不用中文啊，我这样做是没有什么意思跟你做爱。对啊，好听啊，很难听啊。其实是可以大亨堡，大亨堡，所以我们期待大亨堡，期待期待期待，跟你大亨堡这样，对对对，我跟你一起大亨堡，比刚那个首，对比那首刚刚那首英文歌好，好吧，请期待路西派最新嘻哈专辑《大亨堡》。来，下半道题目，出题 ，Go。七条，哎，哎呦，这一定要会的了，哎呦，哎呦，阿莫麦是什么？阿莫麦，阿莫美，阿莫美，阿莫美，阿吹来，今朝春风点花时，哦，这个，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比游览车好，这首是那个我的婆婆，我的婆婆怎么可爱？我以为是那首快乐。哦，刚刚这个节奏，你觉得是婆婆的歌？对啊，阿婆卖，阿婆卖，阿婆阿婆阿婆卖，婆婆婆婆婆前面，来直接来唱一下这一首歌，来。你别管是假草，假草，你别管是假草，假草，你别管是假草，假草，你别管是假草，我胸就小。哎，现在就操纵很简单，林北我是刚考刚考，唱就四遍，洗脑歌，副歌，副歌就唱，副歌，你是珍珠，我是偶一，唱四遍，珍珠尬偶一，金珠尬偶一，有户可吗？大亨，我是宝，哦，唱四遍，大亨啊宝，下一首 Go。不管有多糟糕，我会替你挡掉。谁的歌？又耶耶！我们一起站到最后一秒，让世界看到。哒哒哒哒！什么？什么？哎呦，哎，这根本是送分嘛！哎呦，原唱在现场，黄牛，请站起来解释一下这一首歌。这首歌其实是造成了这个年代，然后有一些社会的纷争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爱看我们《风起三国》。我是粉丝，我是粉丝。以前那个强辩乐团的时候啦，跟五虎将，五虎将里面这个有哪五位？少翔。
哎呦，对，没错，有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胡宇威。哎，对，没错，有还有博彦。博彦，对，要陈耀成。博彦是黄忠，好像是。哎呦，博彦是张飞。张飞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那乱讲。那时候，博彦不是演鳌拜哦。不是，直接长得像，是鳌拜。错了，是清朝啊。长得很像哎。哦，对呀，你看这个陆陆续续每一个都有各自各的发展。对呀，都演得很好。不错，来一起来演唱这首《对手》。来，记得黄牛领唱。我不想离开天，就随我去冒险，管不住的梦想就要起飞。在我的心里面，完美就要更完美，谁都不能改变。我一掌劈开天，跟着我去冒险，我们的对手到底会是谁？在所有书里面，为什么都没有写我们的明天它在哪边？这题很难耶。哎呦，会不会我们可以开导唱吗？天哪，来开导唱，你唱好了，你开导唱一下。来，你也来唱。只剩念时间的手，这不可能没有人对吧？无形的作用。原唱这边最好是写对哦。牵着你不停，写答案哦。不曾回来过。你就是原唱人，是埋伏了一首你的歌，就对。对，但其实因为刚开，对，有点感动，因为失眠，至少还可以打一下歌。看到你在那个 YouTube 台上面翻唱那个雪落下的声音，我觉得你唱的比原唱好。现场来几句副歌哈。我想慢慢听，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。闭着眼睛幻想他不会停，你没办法靠近，却无视太多情，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。费玉清，我雪落，不可能的，会 Q 我吗？打多久？想开始了。带刀侍卫，好，谢谢。